亮了，很快就沦为夜幕。你来了不久，一大堆弹鼓。年纪过了25，分寸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从前的故事，坦白的藏住，却忘了无极必放射归宿。在意的话，让隔阂加速，只怪我出现的时间有误。记得当初熬多晚也不觉得辛苦，同样内容你是否也会跟他交付？这样的僵持到最后到底是自由还是束缚？我们都心知肚明，话题